信阳毛尖属于什么茶？信阳毛尖又称玉毛峰，属绿茶类，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，主要产地在信阳市浉河区、平桥区和罗山县。信阳毛尖具有生津解渴、清心明目、提神醒脑、去腻消食等多种功效。唐朝时期，茶叶生产发展开始进入兴盛时期，信阳已成为著名的淮南茶区，所产茶叶品质上乘，列为贡品。公元760至780年间，茶圣陆羽编写的世界第一部茶书《茶经》，北宋时节苏东坡为淮南茶信阳第一。西南山农家种茶者多本山茶，色味香俱美，品不在这名以下。1987年，考古学家在信阳固始县出土的古墓中发掘有茶叶，考证距今已有2300多年。